错误龙是咱这种车，野生品种的，这哦错误龙过来是臭豆腐，臭豆腐，市面上买得到的臭豆腐吗？过来是黑金，好虾仁，过来是青花菜，好坏菜，过来姜是姜，姜，蒜头，好蒜头，过来今日我特别给咱的更新的米汤酒。我们今天所有的菜蔬菜都有用到酒类，我们都今天全部都用这一个品牌，非常赞啊。OK， 以上是还有过来几张车，起司片，原味起司。来，咱这今天这百花起司臭乌龙的当中，我们是用到我们的，现在我们看到阿金师伊这么的钱的，外口是裹咱这切手粉，啊伊内底包是咱的虾线，包含说臭乌龙里面还有我们的起司，包在内底，啊到时就是这么多钱起来了，进入金线。直接贴起来，啊，到时在一开四或是一开二，应该是一开四会比较好看一点。再淋上我们的寿司，这是咱今天咱寿司来这是比较多姜、蒜啊、爆香之后加入调味，啊，怎？简单讲来讲，咱个臭豆腐内底包虾线，虾线里面也用到我们的臭乌龙，啊，过来是咱这虾线内底再包起，还佫加一片的起司，啊，过来是咱这么准备煎起来了，面顶在淋寿司。简单是今天这一道的料理 ，OK。啊，这么之前也叫当中是油鼎炒大概是在100度左右，因为咱这油鼎袂使顺过热就是哦，伊这么浸入去，伊外口皮伊就翻乌去啊，所以炒在100度，卖超过105度就使。啊，咱那跟咱这边边啊只，咱这么到尾下着水，咱再要用这物件烫一个青花菜，啊，掺烫一个咱这个。青花菜烫起来了后是，咱再要做围边的部分。百花起司臭乌龙。那我们最后的呈现当中，我们的做的是我们的凯毅老师，也是叫阿根斋。那我再请教一下阿根斋哦，最后你的呈现，除了是把我们这我看起来，我们这刚刚有在第一阶段有跟各位乡亲做一个材料的介绍事实，有我们的臭豆腐嘛？对对对。啊，请教你最后把呈现的话，你用一分钟把它讲出来。好。这个花想是这样设计的，就是说臭豆腐对不对？加了什么臭乌龙，还是加了什么东西？还是一样花香的东西叫起司片，都是臭的东西，臭香加臭会这样变香，知道吗？好，知道这个很重要。三臭变成香。我们这样做料理，把它星级化之外，对不对？其实还是很平民，知道吗？哈，只是我们把它做的一个好像星级，但是人客别惊，还是很便宜，知道吗？来这个花钱农场用餐就对了。好 ，OK， 那我再请教六科一下哈、像这种臭乌龙，一般我记得你恁家拢点玻璃做嘛？哦，其实臭乌龙这个物件，我伫农场我有滴用就是卤豆干。其实平时摘草吼，卤起真香。卤起来了，气味完全无同款，拢变香的安尼。三臭加在一起就变成一个香的。香的。哦，然后那今天我们的这个简单的食材。那透过我们特殊的工法，呈做起来是非常漂亮的一道菜。那我们的今天的这道菜叫百花起司臭乌龙，赞。